现在就是跟千娜算蛮稳定的啦，跟千娜算蛮稳定的啦。对对对 对, 對，谢谢大家。会不会有支持一下上河跟千娜？有啊，我一直都支持啊，只要圈内只要幸福的事，我们都支持，好不好？感觉就是千娜跟上河私底下火花非常好，在这部电影里面火花非常强。你有看到哦？有有有。电影里面火花，其实他们都带着火把。对对对，火。我就想问是怎么培养出来的？就像张令讲的，就是我们真的每天都相处在一起，就不管有没有我们的戏，我们都会一起，就从早开工，然后一起收工这样。所以其实我们不单是跟黄上河，是每一个人的感情都非常的好。主要我的戏也是跟上河啊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所以我势必得跟他培养默契。所以会有入戏的感觉，非常入戏到黄上河的感觉，就是觉得深陷在这个角色，因为这角色非常的动人。你放心，他没有在马路上抓人。应该说，我们在演戏的过程，我一定要在这个角色里面，对，因为我不想要下了戏之后，然后把这个角色抽出来，对我来说会非常辛苦，所以我会尽可能，比如说拍摄一个月好，我就在一个月内，就是一直让自己沉浸在那个角色。准备杂志拍到那个月？不是，在两个人是好朋友，还是会一起出去的好朋友？当然会出去啊。充满火花的男人，本身就是。哎呦，那个时候因为就像刚才有提到，就是我们这一组的，其实大家感情真的都很好。可能因为之前角二的时候，国哥也是导演，所以现在真的在对戏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比较不真实的感觉。感觉也非常的尊敬、崇拜国哥。当然当然，毕竟是台湾的酷龙。对。那因为像酷龙也结婚了，台湾的酷龙也结婚了，那你们也会想跟谁结婚吗？结婚这件事情就还没。当时很推荐结婚这件事情。对啊。不过这个真的是缘分到了就会了。也会跟大家讲。对，当然当然当然。不要他。他没有发稿啦。有特别交代说不能半夜。对对对。哦，不然你们会没办法睡觉。对对对对。好了好了。睡眠很注重睡眠。只有他是。你们都不用睡的。你马西。排斥闪婚吗？闪婚哦，就如果真的缘分来，就现在比较想要闪避这个话题。现在缘分还在持续累积中啦，这样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